一般的企业发生问题或是面临重大考验的时候，经营管理者通常第一个考虑解决的往往是物的问题，也就是机器设备的问题。没错，机器设备的改良的确可以增进公司的产能，达到整个营运的效果。但是想要使公司保有一流的企业水准和强劲的竞争能力，还必须发挥人际关系的效能。而督导人员在人与人的沟通协调上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因此，一位良好的督导人员除了拥有充分的工作知识、教导技能和改善工作的方法以外，还必须懂得如何领导属下，使得整个工作环境的人际关系，也就是所谓的工作关系保持协调，从而达到企业经营的最终目的。如果督导人员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方式稍有不慎，就会造成日后在管理上的困扰，甚至会导致整个企业产生重大的损失。